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014年5月29号，新马站是6点28分。首发车是哇，莒光号哎，560次，中1404单电龙。有海鲜港花莲的新热门莒光号，拜拜。交六五三次，交六五三次，1215单电龙，这是新热门莒光号。拜拜，再见了！如果喜欢明哥妈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，以及观看片，我的6534将和香港彰化的悠悠单联楼加新热门酒行加2节全新包专车，在新马站通过了，是6点29分，两列莒光号，双莒光号在新马站通过了，耶！111年5月29号，感谢各位支持。如果喜欢明哥妈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观看片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拜拜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